长大了，你想当什么啊？我要当飞机师。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啊，爷爷妈妈年纪又大，身体又不健康，应该去不到什么地方了。你们要答应我，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好，答应你，答应你。来这里好不好？到底是怎样的饮食结构适合我们，又对健康有益呢？不妨一试地中海饮食法。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居民，饮食风格以蔬果、鱼类、五谷杂粮、豆类和橄榄油为主，因此被称为地中海饮食法。要健康饮食是要吃那么多蔬果和五谷杂粮啊？对啊，而且我们每一天呢都需要吃七种不一样的颜色哦。这七色食物呢都蕴含在地中海饮食当中。地中海饮食法充分体现了彩虹饮食法具高纤维、高维生素和高矿物质的原则，有利于人体健康，还有助降低罹患各种疾病的风险。要每日坚持进行健康饮食并非易事，但如今我们有了富含植物营养素的 Mediterranean Go Plus， 为你补充每日所需的养分。全新升级版的 Mediterranean Go Plus 集合了 LePheno 独家配方，22种有助改善文明病的蔬果萃取物、红葡萄萃取物、橄榄萃取物、酵母铬和 L 阿拉伯糖。其中 LePheno 配方蕴含维生素 B3 和萃取自葡萄柚、葡萄、绿茶、瓜拉纳和黑胡萝卜的高效多酚。多酚具强大抗氧化作用，可优化人体机能和延缓衰老，促进体内抗氧化剂的生产，帮助人体抵御自由基对细胞的氧化攻击。只要每日摄取 Mediterranean Go Plus LePheno， 将有助于优化新陈代谢。其萃取自葡萄柚的多酚更能减少腹部的脂肪堆积，更重要的是维生素 B3 能赶走疲劳，让全家人时刻精神充沛，活力满满。这一杯就集合了所有的营养，每天喝保持身体健康。等你当上了飞机师啊，载我们去环游世界。好不好？不好。哎，我们快喝。